哎呀，娘子，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咱还是赶路要紧呐、啊！哎呀，相公，我实在走不动了。妈妈，我的脚刚裂痕呐！妈呀，我也走不动了。娘子，如其不然，倒在前面休说道旁。歇息片刻也就是了，二郎随父来。妈妈，我冷，我冷得很呐、老子只管抓人，去他娘的！妈妈。
无名叫贾豪山，在镇上开了一家悦来客家店，又炒菜是又做面，还有那好酒美酒红酒样样鲜。有钱人来住店，问应情找得我们三端；没钱人来住店，都叫滚蛋。爹娘，爹娘，来了，来了，来酒店一满，请往别处去吧，去吧，去吧！啊，店教，你看我们新人到此，天色已晚，还请店家寻个方便吧。我不是跟你说了酒店一满，你看看，上房住的是大头的牛老爷，下房住的是王老爷，还有洛阳府的常员外常老爷。我们不求什么上房，只要能避风寒也就行了。这是避风寒吗？这哎，后院还有半间柴房，你看看行不行啊？行啊行啊，请店家带路。我跟你说，柴房睡觉价钱可不减，每日三天灯火茶水另外算钱。你要是嫌贵呀、啊，请便啊！啊，不贵不贵呀，妈。这孩子是不是有病啊？厉害，这孩子烧的厉害呀、啊！请问店家，我这当地可有药铺？小店呐、啊，备的只有药材，不过得要钱。钱啊！有没有啊？啊，有的有的。咦，哎，进来吧进来吧。
是谁在的吵闹，闹得我一夜没有睡觉啊。哎呀常员外呀、啊、你看看左湾来了个小客官，他有病，你看看弟弟鼻很很红的，闹得常员外一夜都没睡好啊。我跟你说不许他哭，要是再哭我就不住米粒店了。恁是住店的呀，是糟蹋着的呀，深更半夜滴滴滴哼哼哼的，闹得常老爷一夜都没睡好，你要是叫常员外拐给我撵走了，我还不答应呢。大哥，你看看这孩子。哎，孩子怎么了？孩子怎么了？我跟你说，这几年大人还保不住的，还说什么孩子。哎，我跟你说，明天一早房钱饭钱一笔月账样样算清。明天将我儿睡一旁。
有了，无奈我选那赵五娘，坚持情思上街坊，他见法为把公婆葬，我今天发不都没娘娘娘娘哎呀朋友啊娘娘啊是谁崽子吵吵脑袋我一夜有没有睡觉啊常员外你大清早我来找他妈要账了你看看撇下个孩子你看这都没不都没的你看哦撇下个孩子啊哦这孩子长得都不错呀是啊唐老爷你看看这孩子长得天丁饱满地可方圆不中堂华呀顶中状元这孩子长得眉清目秀鼻正口方真是个好孩子好孩子哎唐员外哎呀常员外啊你旗下有几位琳琅啊哎旗下无子啊常员外啊你身边要是有这么一个小少爷你看看有多好啊哎常员外啊你看看这黑子整理和坏像长老爷你呀、啊！爹娘啊，常员外，这孩子让我带走可行吗？咦，那不行！你看看，房钱饭钱，一笔月账，样样都是钱，哪能为硬？哪能为硬？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那怎么能不行啊常员外、啊、你在这等住我给你推船去啊我呀妈嘞我呀妈嘞好孩子别哭我领你去找你妈去中不中常来员外快把这孩子领往码头上去员外这是谁家的孩子岂能随便带走啊少啰嗦还是哦是是是孩子走吧我领你去找人马去啊走吧走吧我要俺妈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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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孩子听话啊啊我来还账来了、不急不急你慢用吧啊哎殿下啊你不是催我还账吗
长啊，有人替你换呐、啊。有人替我换了啊？他是洛阳府的常员外常老爷。常员外常老爷，我与他素不相识。他不但替你还了账啊，还带着你那个小少爷享清福去了。啊！殿下，殿下，太不对了！莫非他
莫非他在外卖野花？我娘家有钱势力大，谅他不敢碰家法。我家有两千千白鹅，我要爱你心愁啥？人若无私终有寡，先先不定做堂前。禀夫人，将员外回府。怎么，员外回来了？哎呀，有应。是，有应。我要俺妈嘞！好孩子，别哭，走吧，我领你到恁妈去啊！我要俺妈嘞！走吧，我要俺妈嘞！你妈在前面跑着呢啊！走吧。哎，你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唐大爷，爸，领他下边等你去吧。哦，是。是啊，我来问你，这孩子是从哪弄来的呀？哦，你是问你这孩子吗？快点！哟，讨债说也没回来，何处弄来这小孩？看你讨债全是。夫人，咦，中不认啥就不认啥，苍天在上，我员外衣服换好了。哦，是是是是是。夫人，要是不信呢，你可以问问这孩子啊。我当然要问啦。哈哈哈哈哈！哎呀，孩子啊，你可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是他把我抢来了。我要俺妈嘞！我要俺妈嘞！好孩子，别哭啊，夫人。啊啊啊！哈哈哈哈哈！这孩子。
啊，就该给孩子起个学名才是啊。哦，起个学名吗？哎，夫人，还是你起得好啊。咋我起？哦，对对对，还是你起得好。哎呀，我起，我起，苍天保佑，如今我有了后了，哎，就叫苍天保。哦，苍天保，苍天保佑，真是个好名字啊。孩子，从今以后你就姓苍，叫他苍天保啊。记住啊，我不姓苍，我姓张。哎呀，你是苍天说啥张家所养啊，又姓苍又姓张，记住你叫苍天宝 啊！记住你叫苍天宝、啊，我叫朱砂桂。哎呀，朱砂桂难听死了！哎呀，啊，朱砂桂是我外的幼名，记住你叫苍天宝 啊！记住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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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啊，你今年几岁了呀？七岁了。我也长这么大了，还没妈见过妈的面的。孩子啊，快叫妈吧啊！我不，我要见妈嘞。我不认识你，见不认识你，妈嘞呀！我要见妈，叫妈吧啊！我要见妈嘞。你多多开口，孩子，都去拿扶眼镜，扶眼镜啊！夫人，等等我，等等我！Thank you.
子成绩一泪洗面同断肠，十八年娇女心惆怅，十八年孤苦
燕青何可忍？玉瓶八珍汤，无酒祝汤人。失礼了，失礼了。听你言语不相似，第一人士。啊，我乃山西人士。哦，你可会煮八珍汤吗？啊，我会煮，我会煮。哎呀，好好好好好，今天乃是我家老爷寿诞之日，宴请贺客，一品八珍汤，你若会煮，随我进府应试去吧。好的好的，好，随我来，随我来哟。煮八珍汤的人找到了。怎么找到了？正是。在哪里呀？夫人你看。哦，见过夫人。常呆，我可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找回来这样一个人呢？哦，夫人，他会煮八珍汤啊。哎呀，夫人呐、啊，我跑遍了洛阳城内，找不到会煮八珍汤的人，就他一个人会煮啊。怎么
就他一人回住。哦，正是。既然如此，暂留府中。哦，是岳父人。没想领着一老仆下边沐浴更衣去吧。是，老板啊，请我啦。有请老爷。是，有请老爷。我找到了，正是，那就快快端上来，让老爷我品尝品尝啊！哎，那八珍汤还没有做好呢，看把你直的哦。禀老爷，讲，先看大人道，钱在哪里？已到接官厅，请老爷前去迎接。夫人呐、我要去迎接巡按大人，何可前来烦劳夫人？做官莫做小，做小真烦恼。别夫人，老妈妈更衣好了。美香夫人领着一老仆下边侍煮八珍汤，煮好了，我重重有赏。恭喜你呀、老妈妈，我家夫人说了，如果你把八珍汤做好了，不但重重有赏，而且还留在常府住一辈子呢。这位大姐，我卖身为奴，不求什么重赏，只求与我那亲生儿子见上一面。老妈妈，以后呀，这亲生儿子可别提了，常府啊最忌讳说这亲生儿子了。怎么怎么，难道你家老爷不是常家亲生的吗？老爷回府。常大在快拆去门前拆楼棚，再去掉儿童的手指灯，送来的误会严重，谢谢你是。哎呀，老爷，出什么事了？夫人呐，这位巡按不寻常，大约之前到洛阳，秋冬打扮安茶房，开足在美，我生。行事冬冬临不当。老爷啊，既然心安大人真怪于你，今日着手不再行事冬冬也就是了。老爷
我一命那老仆去住八珍堂去了，住好了，让你品尝品尝小小曲儿，再提提神呐。唉，真乃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呀。老爷，你坐。哎呀，你坐。哎呀，老爷，你坐。没想，命那一老仆把八珍汤端上来。是，老板呐，把八珍汤端上吗？那周昌言道，周昌两家与别人不同，放下手里就扬长而去了。怎么？那人已经走了？哦，正是。那快把礼物退回去。我还要一门谢客呀。我就命着老七婆把礼物退回去。老七婆，我命你把周家的礼物退回去，记住，我命你四十去五十回，若有延误你小心不得。还上香啊？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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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打这一老七婆，先谢呀，把烧香的事都给忘
倒奇怪了。秋菊，你将那老妈妈唤来，我要仔细地问过。是。回去。
小辈夫人摘发的呀，此事由我呢，你做了。打给我爹。
这般时候怎么还没更衣呀、啊？更衣何往啊？你倒忘了到常府拜寿啊？老爷，你看，啊，这不是送往常府的寿礼吗？常家有人退回来了。怎么，退回来了？夫人呐，看起来长兄的胆子可是切着呢。可老爷你呢？我，自我上任以来，辛劳民事，不辞劳苦。我是两袖清风啊。是啊，老爷为官清正，众人有口皆碑。言道治国者必先齐家，老爷已将你的养父养母送入坟内，看你的生身母亲至今渺无音信，难道你就这样的下去不成吗？夫人哪，
告诉我，我全然不信，我全然不信呐、啊。那么你听着，你估计伤心在天涯，你娘生下儿一双，对，你是知道的吗？夫人，你是听何人演讲啊？你先大礼参拜，然后我再告诉于你。哎，说了再拜，你拜了我再说嘛。啊，说了再拜嘛。说不说嘛，也就有我了。你的母亲与我无关，就叫你担一辈子不孝之命。怎么走了？嗯，夫人。
你忍了没有啊？老爷，你未曾回复，我怎敢贸然相认？夫人，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却是为何？即使母亲到了，也该带我回府再一同相认嘛。你到埋怨去，我来了。谁叫你对我隐瞒如命？万一他不是母亲，岂不贻笑大方？那你该把他留下，带我回府，咱们再一同相认嘛。为妻留他不住，也是枉然。这是为何呀，老爷爷？快讲快讲啊！一家兄长若有任务之意，一家骨肉团聚有望。就依夫人如此，咱们更易前往。老爷请。是
啊，既然是老夫人到了，就应该给她说个明白才是啊。事关重大，哪个敢讲？还请二位大姐帮帮忙吧。你求她有什么用啊？见过夫人。你还知道回来呀？我来问你，我让你什么时候去，什么时辰回呀？四时去，五时回。现在是什么时辰？五时已过。哼，你竟敢谋我家法，没想老板子！哎呀，老板子！周老爷和周夫人不服，今天本子暂且记下，滚出去！有请老爷。夫人何事啊？周家兄弟和弟妹来了。怎么他们来了？快快有应有应。啊，兄长，兄长今日寿诞之日，来来来，兄嫂在上，寿兄弟一把。兄长今日寿诞之日，小弟太被薄礼相送，不知为何退还呢？这个、哎、兄弟，是你有所不知，今日你家兄长身体欠佳，不便着手，何况让宾朋来，耗费彩礼，多有不便。过儿礼物吗？一日退还啊，一日退还。是啊，是啊，你我乃是官宦人家，理当从简办事啊。兄长真乃我等之表率呀。过奖了，过奖了。兄长，兄弟有话请讲。这个退下，退下。兄弟有话讲来。兄长为心切。
其事，这官人既然爹娘疼在世，就该接来尽孝心。啊，兄弟，你说咱娘她现在哪里？兄长。兄弟呀，你是不是想娘想糊涂了？无夫哪有怎样啊？啊！兄长，你可曾记得咱娘擅煮八珍汤吗？老爷记得。今日你父买那一位老婆，就是咱娘所。还是他啊，兄长，快快把他唤出，咱们一同相认呐、啊！哎呀，我说兄弟呀，我看这样吧，一位兄之家，待我把老妈妈唤出，问个明白。倘若是咱母亲，咱们一同拜见；倘若不是咱娘吗？兄弟，也免得外人耻笑，你看如何？这啊，如此也好。你们二人暂且到儿堂歇息。孝顺，养育恩。
南山人。我说兄弟呀、啊，差一点闹出笑话来，他并非母亲。咋？他并非母亲？并非母亲？我确认不行，我要当面一问。兄弟，他既不是母亲，哎，你何必再问？一定要问，你就死了这份心吧。你坐。
个兄弟呀、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他别问，不信。我承认不行，我要当面一问。你不能问，你别要问，你不能问，你别要问。你听娘讲，我不怪你，亏待娘啊！不，莫非嫂嫂来做当，待我相称？小弟通判也竟敢教训出我来了，我说来，把他给我轰了出去！哼，不容你干，我自会走的。母亲，随儿回呀！慢，我和奴仆不比别人随便带走。你不认生母，罪难恕，还阻挡我们母子不得团聚，我把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狂徒，你就该以下犯上，如打太守，我把你，我与你巡按大堂便离去，走就走。还敢打我婆母，走，我与你行案大堂便离去。
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们都到西安大唐便利去了。哎呀，老夫人呐、啊，老夫人不要伤心，我与你西安大唐便利去，可说是咱们走。传奇古人上堂，顺。这古人上堂，好。洛阳知府常天宝，洛阳通判周子清，报恩。站在一旁，你二人谁是原告？大人，我是原告。大人，我是原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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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哈，哼！常知府将来。大人呐、啊。竟有如此荒唐之事，大人，立刻问你讲下去。大人呐，我想要好语将他劝，人不为母太荒唐。大胆的同派，你人不为母，伤害太深，该当何罪？大人呐、啊，他们无为破良心丧，大义不报他罪难当。周子清大人，他二老居都在堂，
你说他埋没未卜，是何道理？大人呐、啊，他并非常家亲生娘，我并非周家亲儿郎，他是我同胞亲兄长。他姓常，你姓周，怎说是你兄长？赵子清大人，你弟兄为何分居一心？你母为何卖身产妇？大人，你曾问你，讲下去。大人。身长夫，你是怎样之晓？今日兄长受旦旨，我母是受大了驾药，嫂嫂命他到我府退礼，我其闻命请忧，方知是母亲到了，我父亲二人赶到长府认母，他不但不认母亲，还阻挡我们母子不得团聚，那时就激起我怒火万丈，我就打了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狂徒。大人呐，切莫听他胡言乱讲，下官乃是堂堂洛阳之府，倘若人不为母，岂不被人吃笑？怎么，他乃一仆，你不该认他。我来问你，那他要是一并告明夫人，你又该怎样啊？大人，我生前母亲早已去世，她并非母亲。她是母亲，她是奴仆。她是母亲，她是奴仆。母亲，她是奴仆。哼哼，
何人记功？状告洛阳知府常天宝。禀大人，将有人状告洛阳知府常天宝，传吉古人上堂。是，吉古人上堂。是哪个状告洛阳知府？是我。可知您不告官？为官不正，难以民愤。可有状纸？无有。口诉上来。大人容禀啊！起来见话。下这一老婆可是你家母亲？大人，我生前母亲早已去世，她乃毛人官亲。二郎，为娘我还活在人世啊！你这个老皮头、啊！住沙官，你个奴。
子要背上，慢慢讲啊。娘怀胎十月，想你呀，你七岁那年遭祸殃，这里是修安大堂，其实你太守衙门下单，哎，往下转，你是常府什么人？常府仆人。你可知道这次县的来历？我不但知道此县的来历，就是连我家老爷的来龙去脉我也知道得清清楚楚，明啊明，拜呀拜。好好好，快快讲来，快快讲来。大人啊，那一年虽远外，
怀年半百，八字骄阳，命长他领回家做女儿郎，回家来一直笑，不在桌上这一只。站在一旁，站在一旁，谢大人。常天宝，大人，我看这人中无证据在，你还是忍下好啊。兄长，还是忍下吧。这两个老奴和睦无下天赋，王大人想怎么躺下这一老婆，她不是你家母亲，我生前母亲早已去世了。此话当真？当真是事不假。哼哼孙叔林大人呐、你可是十八年前把那孙叔道旁接下魔君给他与国风寒，这可是你为他们分是最后一块面饼，这小儿口渴，为父喝半曲水，就在那时与家人被官兵活活拆散的。你是相亲疯相亲
像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种为官吏民，哎哎，像长天宝的官职各处当下难劳，听候发落。哎